各位观众，他把汤都删游戏了。五周目开始哦。你在哪里？我在后面。你有在砍树吗？担心这里是不是小岛？没关系，就算是小岛，我们要活得精彩，活得快乐。啊、小岛、欸，糟糕！啊？好像真的是小岛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是小岛哎、欸。爸。啊？方圆百里没地板。方圆百里没地板。对啊。没有啊，说不定等一下，因为在这里的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往下挖，然后马上就是钻石，有没有？在啊。哎呀，好，我就白痴哦。2016结束也跑不完的啦。那个小屁孩要射箭啊，然后把我弄瞎了。哇，你看他不管我死掉是我的错，还是他死掉都是我的错。然后他现在还啊，对，我的海底已经，不该啊。哎，你看看啊，五周目，我心脏好痛哦。痛屁哦，痛癌。我心脏好痛哦，附近有蘑菇哎，我们可以先做汤吗？哎，不行，要两种才可以哎。哎、啊、有，我找到两种了。有啊，算了，有不用你了。我有啦，等一下啦。放、啊、木材啊？木材你来打。好啦，我在打种子。关我屁事了！你有种，你有本事在小岛上给我找到村庄，我抖内你。冲啊，各位，我们不吃了。我说在小岛上。不然嘞？对啊，什么都没了。各位观众，不然这一次好不好？这一次啦，这一次换我来找那个好了啦，换我来找到大批村庄好了。在啊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哇，你要挑衅我之前，你有没有先搞清？沙漠哎、欸。啊，没事。真的是小岛哎、欸。你刚说什么？好酷哦。算了。我要先去打蘑菇。算了，我你帮我伸锁。干嘛啦？没有，这附近有没有动物啊？有没有动物啊？有啊，多的是。那就先杀啊！对，你给我一些，我要直接远征一天出去。不，先生啊，不要，要了，给我好好生存。有啊，好好生存啊，村庄啊。你现在去哪里找村庄啊？我找到方向了。什么鬼啊？有个不全然小岛，不全然小岛。啊、你看，你在哪？就一开始出生的地方而已啊！看到有啦，人呢？等一下，不要叫，要死了！屁啊，没命了！有苹果，干嘛要捡苹果呢？对啊，不要讲了，苹果，快点啦！还从我前面跑过去，干嘛？给我石头，我哪来的石头啊？啊？哪来的石头啊？啊！选。往好处想，这次不是苦力怕。各位观众，我实在不想再偷影片，我可不可以直接把它剪成短版的啊？这个真的太长了啦！你们要去的话，不要跟我讲哪里有什么哈。啊？就进去就好，没事，因为我刚刚被拐了。拐什么啊？你们拐我打出种子马来。然后嘞？他跑进去，然后跟我们通风报信。白痴哦，那这样还玩什么啊？我跟他说不要。如果他要的话，我甘蔗先拿走。快点给我食物，还追？先打羊啦，你要有羊毛才能睡觉啊。哦，所以五周目摇要死啊？谁说的？再给我说一次。快点，工作台给我。在前面啦，就出生点、重生点那个地方。有啦。帮我挖石头三个。等一下，你真的不先找羊毛吗？找啊。我在找啦，那你是觉得我有几只手？两只。你做一个熔炉放在工作台旁边。不要。那就不要啊。好。那我们准备死掉啊，各位六周目了。好。快点做啦。急屁。瑶又不理人了。不行啦，我跟你讲，真的超过哈记的九周目。我们再考虑改成一般日常。周末、喔，你猜猜看呢、啊？你猜猜看呢、啊欸？你们这些家伙在伤我心是不是？你去哪了？我要死了！我已经死了。你有要找动物吗？为什么你说动物很多，我一直都没看到啊？瞎了！你跑去哪找动物啊？真的有啊？哪有啊？哦，这样我叫挖石头，叫找动物啊？我算了，我找就好。啊真的、欸，动物很多。废物，抱歉。
牛牛，你娘，嗯，没有，一点意义都出来玩不完，可不是，其实不是被他来，就是硬凹。我们要用 1.87 来玩，是不是？白痴哦、喔！我们今天直播开了才不到半小时，就已经闹出人命了。怎么没有墨骨？而且重点是我还没有跟那一个图书馆管理员交易到。干嘛这么哀怨哦？废话，因为家里甘蔗超多的。哇！你是不是想把我气死啊？是。你找到多少动物了啦？羊啊，你有毛了？一个啊，一个，我有两个，这样也只有一张床而已啊。对，这次是我安全的。你去哪了啦？树里。树里？嗯。你半夜要躲树上哦？哇塞，我还想要远征，你还不放我去？等一下啦，你这么急着远征，你一开始就要开船出去了是不是？我旁边有看到路啦。有路哦，有啊，欸、好像有哎、欸，啊，对，有哎、欸，要、啊、不然你要不要过来？你要不要过来？我现在正在收集食物啊，就是免得等下找不到村庄，直接饿死在路上开始。好，我也收集食物来，各位观众，今天换我来找、欸，等我啦，你 fail， 我没有 ，I success， I no fail。别开玩笑，你不是说 I fail 吗？哎呦，好啦，我们先做一把那个出来。等一下啦，我只是挖个石头而已。等一下啦，哦，我挖石头而已也不行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已经哎，乱打账号，你在叫、欸？我会不会等一下先饿死啊？我比较担心我等一下先饿死哎、欸。来啊，去哪啊？这有汤啊。还有，我也自己也可以做汤，好不好？做了吗？还没。两人睡一张床，我才不要哎、欸！什么恶心的那个、啊？嗯，泰哥。嗯。等一下，一个摇摇，两个摇，他的摇摇是摇都不捡木头成就爽，你管我？凶哎、欸！摇！干嘛啦？你在叫屁哦、喔？哎哎，不对，我应该是等一下，反了，搖搖我们先烧一个，烧几个那个出来。怎样？对，没错，你正确，没事。各位，沙漠遗迹有没有？等一下，糟糕！干嘛啦？拜托不要闹，还是我走错路了？拜托是我走错路。垃圾，我不需要你。应该是我走错路了，拜托。应该是我走错路了。获得木头，他不是不解，他不是不解，何必有你？哎呦，你到底你为什么要被岩浆烧死？你就要射一箭，害我打不到火枪，还丢垃圾在地上。哇！你找到我了！你捡到什么？木稿。对，是木稿。我们重逢了，过来啊！选择性。过来啊！喂，去跑去！等一下，先生。过来啊！没有啊！我在上面这里废话。关我屁！喂！跳一跳，好白沟。等一下，我有预感那边有村庄。屁呀、啊！你最好什么都有村庄啊！我才不告诉你了，给我三分钟。哦、oh, ，我村庄给你，算了，不要，这次我要自己找村庄，我不要理你。不用啊，才干嘛？等，干嘛玩村庄？干嘛玩村？干嘛、啊？木稿一把是能烧多少啦？有没有丢掉都没差啦。我们死了再直接开心的啊！干嘛玩那种子嘛？哇，他在呛你们，他呛你们呢、欸？我呛的是你，孬种！哎、欸，好多羊哦，孬种。好多羊，赶快帮我多打一点羊毛，好让我睡觉啊！哎、欸，是不是要晚上啦？哎、欸，要晚上，你不要等一下害我只能躲弟弟啊！假的，不会那么快啊！啊？这么快啊？还没啊？你等一下我只能躲弟弟，我就揍你！啊，你过来这里，这里超多羊的了，直接来这里住了啦。我烧一下。负四三二跟五十四啊。负四三二跟五十四，哦，好，那很近，那等一下，直接先搬过来这边待着比较好。我先烧食物，我要饿死了。嗯，不是说很会做汤？哎、欸，要晚上了啦，真的晚上，真的啦。你先睡，我睡有屁用哦？我差一个羊毛啊，你带回来给我，我就在刚那个地方，
到底是哪里啊？我没有啊！干，有智障！等一下，好，我过去，我过去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我过去，你过来。富士山二多少啊？富士山五四五六，随便啦、啊。富士山二，有智，快点，快点，我在走了，我在走，我。你是智障！死就死，要没命了。快点，快点，两条标怎么刷存在感呢？哪里有羊啦？你是已经过水了吗？你过水了吗？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干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你在哪、啊？我在高处。我没有在高处啊！我看啊。我在负三三九五二。负三三，原死了。你我我负四三。富士山是之类的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自己先度过这个夜晚，我不理你。狐狸怕跑出来了啊！狐狸怕跑出来了。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我们挖地道走吧。不要，我在树上呢。又玩的家了，我只能，我只能躲树上。你说你在哪？我尝试过去找你好了。啊？我去找你。我在负三三二。三三二哦，那个方向。哎、啊，立耶！啊，负三三二四九。三三二，那个方向没错，好危险，要不要去啊？不要啦，你先自己度过就好。啊，放着就好，玩那个干嘛？那个不用。哦，哦。等我一下啊、哦！气死了！我会需要。你为什么要这样气我？哎、欸，不用。哦，这真的很好笑哎、欸！啊啊！画面好黑哦。不用，自己先赶快度过这个夜晚。画面好黑哦。赶快先度过这个夜晚。我怎么度啊？啊？我怎么度？躲树上。我在洞里啊。你在洞里了。啊。那在洞里就好了。不要啊！我不要。臭羊偷吃草。怎么办啊？我就有食物，你还要烧？不是，我刚就已经很饿了哦。你要考量我的体力呀、啊。啊？坐船。嗯嗯。哎、欸，我等下直接坐一艘船，然后冲过去看看。我看到僵尸了、欸。我也看到了。在哪是苦力爬？你说在哪啊？啊？负三三二四九，我不会动啦。我在的地方根本不允许我动。冲啊！我在的地方根本不允许。冲啊 ！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一只苦力爬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就真的什么都掰了、欸。天，我不会突然消失。啊？苦力爬会不会往亮的地方走啊？你还发光哦！我在烧东西。你跟我走、哦。我在烧东西。都你啦！啊、你干嘛被岩浆烧了？哎、欸、屁啊！给我看牵拖在这有啊，标题我改，你要 F。哦，法师那边有什么？刚好 P 四哦。哎、欸，有人说你那边有 Enter， 你要不要打？我有看到啊。你要不要打？这不要。你在哪、啊？负三三二四九，我不会动，我不允许我动，你知道吗？好吧，看来那个路上是不允许我靠近了。不要了，你不要过来了，自己度过这个夜晚就好了。啊，好像我很无聊哎、欸。你要我怎么办？你要我怎么办？飘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你无聊，你还可以往地上挖东西。我在树上，你叫我干嘛？我没看到你啊。我在树上。我们去绕一圈好了，看他在哪。我在树上。妈，树上不好你。哎、欸。我真的是很像无家可归的小孩被赶到树上哎、欸！是啊。哦，你有办法？白痴哦、喔！你们不要聊一次召唤苦力怕妈的，再召唤一次把你们 ban 掉。气死了！这个方向啊，可是我看不到。哦，不行，太危险！哎、欸，怎么我背？你刚是不是有爆炸声啊？哦，你才爆炸啊！对啊，智慧也太高。哎呀，你从空中瀑布，你有多少材料啊？我好像也看到 Enderman， 那是 Enderman 吗？
一定有的了。算了，有了不想立了。哈？你又不想立了？你刚说什么树上材料？没有啦，不想跟你讲话。哈你好高兴哦。我真的很怕苦力怕突然在我面前。那很好啊。欸，我在漂流了。欸，如果我看 Enderman 他是不是顺过来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这太远了，回去回去回去。要干嘛啦？我迷路了。我比你还危急，你不要一直叫啦。欸，找到陆地了，幸好。哦不，熔炉烧完了，好黑哦，我怕啊。我继续再烧一些那个出来。我迷路了。啊？我迷路了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再烧一些那个出来。那我换衣。不要在那边乱来啊你们。我要继续烧。我要继续，我要继续烧炭出来。有够黑，怕死了。哎、欸，杨，给我坐标，我迷路了。负三三二四九，我从来没有动过。对，我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说那个整数好了，我连零点几都不能动。小屁孩，哦，小屁孩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还可以烧更多肉哎、欸，对，小屁孩啊，来来来，烧肉烧肉，你是小屁孩是不是？我还有羊肉可以烧，哎、欸，我今晚在树屋上有羊肉炉哎、欸。你有病哦！啊，你有病哦！我现在很可怜，你知道吗？羊肉炉，我现在很可怜。羊肉炉，哎、欸，先生，你可能觉得很好笑，可是我真的很可怜。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啊！我觉得很可怜。我现在真的，我现在真的很可怜，我什么事都做不了。我可以在那四处飘哎、欸。啊？很凶哦！你在哪、啊？啥？我找不到你哎。负三三九。是负三三二四九，还会变我。我一格都不允许动。我打去看你。姚刚有什么？你猜猜看啊。是法师死的。先生。然后他又要牵拖我。哦，很行很行。哦。哦。好像没有怪哦。气宝宝哎。冲啊！趁现在抢滩。真的假的啦？抢滩上岸。你现在是漂？你现在是少年拍吗？你台上年牌，你在漂，你现在在漂流吗？你有办法制造亮光吗？制造亮光，嗯，有难度哎、欸。喂，撤退，撤退，撤退！跟丢走木，第一波攻势遭到击退。哎、欸，法师，法师，法师，我有一个东西哎、欸，我现在创造一个招牌，叫树上羊肉炉。跟好屁事哦，等下等下，干嘛？哈？我要吃。你要什么？吃。吃？哎、欸。那你说你刚、哦、你说一 K 是多少？负三三九，负三三二四九。刚刚被观众吓到，后来我想说奇怪，还以为走错路了。快天亮，快天亮了，不用怕，赶快拍天呐！刚才离开一下，现在回来又死，不是我死。哎、欸，你们很奇怪，我看起来像是很会死的那一个吗？不像吗？屁！第二波通啊！哎、欸，打什么？咬死两次哦，法师也死两次，好不好？嗯，这是天亮吗？这天亮了吗？是啊，冲啊，抢滩！要我来救你了。你在哪？负三三二四九。负三三二。哎、欸，屁啦！你们在那边笑。对啊，我觉得其实半斤八两。路上。应该很明显，我怎么没看到你啊？有吗？你在哪？有，这里这里，法师，右边，右手边，右手边 ，Help Help！ 哪里啊？等一下 ，Help Help！ 哪里啊 ？I'm not here！ 看不到、啊。右边右边，负三三二。我你有病！我在树上，还有一只枯。看到看到看到。还有枯弓。你很好笑哎、欸。Help Help！ I'm now on the tree。你有病哦。你有病哦！哎、欸，有怪有怪有怪，右边还有一只枯，还有枯弓哦。右下来啊！你的左手边有一只枯弓哦。跟我屁事，我死了啦！跳下来啊！白痴，你还害我盖那个泥土柱出来！你真好笑耶！气死了！
你真的很好笑哎、欸。哪里有羊啦？你真的很好笑哎、欸。快走啦！等一下又有怪。先给你羊毛。嚯、哦，垃圾！你真的很好笑哎、欸。快点啦！你要去哪里定居啦？不对，不用。知道啊，被你这乱笑迷路了。等下，各位观众，不用定居，我来找村庄。今天是我的天下。对哦。我来找。呀，开场还被关在树上。各位观众，我来找。今天我才是村庄王者。谢谢您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